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底大猎杀。咱们今天选的这个鱼，哎，非常霸气的，这个僵尸鱼啊，太帅了！咱们这僵尸鱼啊，咱们找这种海底，哇，这水流对我影响太快了。你看这个速度啊，都不要我动，它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，是吧？哎呀哎呀，撞石头上去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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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吃点东西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撞来撞去的，撞得七分八数的，我咋捕猎是吧？哎呀哎呀，升级了一个小食人鱼，把电麻电麻肚子给我升级了。我要把这个吃掉，给我吃，小样，你不给我吃，我今天不走了。哎呀，还不想给我吃呢啊！那叫水流水，我是逆流而上的鱼啊，不受命运控制。看一看这里，我不能，现在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能吃的东西。咱们得升级，咱们得强大，咱们得壮大，是吧？哎呀哎呀，我得回去，这里还有一个龙虾没吃呢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太肥了啊咱们这个鱼。但是这个大鲢鱼的话，它好像真的不见了。哦，是怕咱们了吗？哎呀，它真的不见了。哎呀，我很伤心。咱们一直在找他，是吧？众里寻他千百度啊，蓦然回首还是没看到他。家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啥造型？这啥造型？你咋这样？这样的呢？哎呀，我去！啊，终于调过来了，看看这个直接把我们冲甩来甩去的，看看飞了。我哎呀我去，太帅了。这个鱼也可以吞了，哇，这个小龙虾帅气。哎，这里竟然是小龙虾的出生地啊，那我不用到处找东西吃了。又来几条小鱼，哎，都过来吧！我正好我这个体型太大了，我也不想动，动的话太费能量了。但是他们好像知道这里是他们的阵地啊，所以说，咱们看一看咱们这个，啊，还在这个地方好一点，比较平稳，是吧？小伙伴们喜欢咱的朋友可以点亮下方的小爱心，或者点击一下订阅。给咱们一点小小的鼓励，谢谢你们。咱的目标是那个大鱼，但是那个大鱼它不见了，咱们很伤心，是吧？咱们到处找它，但是它就是不见了。找了一圈又一圈，但是就是看不到它。但是咱们吃这种小鱼的话，升级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咱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